头顶不舒服啊。我又看到那个，传统模样的啊，头发往前，然后背点就是就形成那个像滑滑梯一样的下来，沿着像滑滑梯一样的下来，沿着像滑滑梯一样的下来。哦，这个沸点，这个滑下来的那个沸点啊，是粘在核物质的啊，清理核物质的沸点啊，它是固定路线的啊，它是固定路线下来，它是固定路线下来，不像普通的沸点，爱怎么沸就怎么沸，其核物质的沸点啊非常慎重，都是按固定路线在走啊，都是按固定路线在走。都是按固定路线在走，为了绝对安全，就像汽车，用危险品的时候，用专用通道啊，这样就减少了同其他发生碰撞之类的意外。虽然我们发现，虽然我们发现那个飞碟在飞行的时候，发生碰撞好像没啥事，但是同核物质。运输核物质的就非常慎重，尽量避开这种事情，是这么一回事啊。好，思路清晰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。这个我们以前的理论派当中，第一次排到那个废得起核物质的时候，就遇到了，就知道了这个事情啊。它是专用的啊，是专用的，用专用的废碟来运输啊。那个临排是2017年，2018、2019、2020、2021、2022、2023，哎呦，这么多年了啊，进入第七年了啊，有点不敢相信。2018、2019、2020、2021、2022、2023，6年啊，第六年啊，进入第六年啊，所以经常看到这个。其核物质的沸点是专用的啊，好，明白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。